第二关的关主我是 Riot， 我们要玩游戏《急中生智》。好，我们先从动物开始热身。动物喝，好，谁先呢、啊？红队先好，红队动物喝。啊，白队喝，要动物喝啊喝啊。好，是动物吗？黄队，轮流啦 ，K 小姐。是 OK。白队喝，快点。和牛对吗？和牛是和牛对吗？我也可以回答的意思。和牛，可以和牛。换我。海马、猴子、海豚。哎、欸，白队讲了两个是吗？黄队换黄队。你们可以先举手，然后再看谁说这样子。好，换黄队。黄队、海星、海豚。微微，微微换你。嗯。海狗、海龟、海狮、海象、海蛇、海豹、海豚。讲过喽。海狸、海狸。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想不出来了吗？我知道。海狗。讲过，我讲过了。海蟑螂，黄队，我们要输了是吗？海底捞，海贼王，花豹，等一下，宕机，等一下，我电脑宕机，等一下，海蜇是那个，就是跟那个水母是一样的。你说凉拌海蜇皮哦？你在想吃的哎、欸，好想吃啊！黄队，哎，我等一下，我刚刚那个应该去 argue 一下吧，黄队。对啊，我知道，那我知道了，海蛇。讲过了，我讲过了，讲过了。红龙，红龙是什么啦？红龙是鱼。叉海牛，好像有。有海牛，有海牛，海牛。有海牛，真的有海牛。看我们了。好，黄队。红鱼，我刚刚讲红鱼。红鱼，哇！最后一个花蝴蝶。可以，花蝴蝶。那我蝴蝶，是一样的吧？你刚说花，你刚说花蝴蝶啊？狐狸。狐狸，狐獴，海马，狐狸精，海马，海参，讲过了，海胆，哦，海胆，那个黑熊，让一下啦，哦，黑豹，有黑豹，黑狗可以吗？灰熊，黑猫，神奇宝贝，虎鲸，红毛猩猩，黄队，红鹤可以吗？红鹤，虎，虎啊！黄队快点哦，要倒数了。两秒了、嗯，好啦，我们先这样子啦。会不会玩太久？不会，好打劫，不要动都好。十五毫，刘文宇会赢哎、欸。好，我很看好他。食物吃，有卷舌吗？吃没有卷舌，吃啊。好，是哪个卷舌？白队先，白队先，食物可以再画一次吗？啵啵啵啵得特那个可喝鸡鸡鸡滋吃吃的吃，有反变的那个吃。超阿贵，超阿贵可以吗？超阿贵，台语可以吗？彩虹糖，草莓，蚕豆，葱油饼，葱蛋，微微，刺葱，刺身可以吗？可以。刨冰，哎，这是可以的吗？刨冰呢？草莓大福。菜包呢？菜包饼啊？还是有答案吗？草莓蛋糕，炒蛋。哎、欸，吃是那个吃吗？炒蛋是吃哦。等一下，我知道，炒蛋饭、嗯、就是
早的一种饭，就是以前农人要去田里吃的炒带饭。OK 啦，算到过了。OK 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我红对。炒米饭。草莓蛋糕可以吗？啊、还得草莓哦。草莓了。草莓千层。草莓波士顿。菜桃贵。菜桃哎、欸。无言以对。菜心，菜心。菜包肉。脆瓜。菜掌什么？菜掌啊！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。台南的那个肉，我知道有醋的肉粽，菜掌。脆笋、脆皮酥、菜包、脆皮酥，好，家可以用。好，我们要剪他的菜包。好。居然是菜菜肉吧？那脆薯啊？哦，太简单了。脆皮炸鸡，脆皮甜甜圈。菜龟，菜龟是艺人哦。菜桃汤，闭嘴，别菜桃好不好？秀慧要贡献哦，秀慧。醋可以吗？醋。醋饭，我真的无言以对。翠玉白菜。醋溜土豆丝可以吗？四川菜。博学多闻耶！红队三秒，有，我们有，有，等一下，有，三五十年是吗？醋酸，醋酸有这个东西，我没有答，超生哦，有，我有答案，说说说，糙米，讲过，那糙米，刚刚是讲糙米饭，好啊，那我讲，好，排队，你说，糙米粥啊。好热，红队有答案吗？有，等等。哎、欸，糙米肉粽，糙米肉粽，好碎哦。糙米浆，哇塞！糙米饭团，超烦。要多烦？排队。脆皮烤鸭，脆皮烤鸡，讲哎、欸，你们讲过了。刚刚是脆皮鸡排。哎、欸，是一样的东西吧？葱爆猪肉。哇、哦。你葱爆牛肉，我要讲葱爆牛，葱花，脆皮鸡蛋糕，草莓滋滋，又回到草莓了啦，葱蛋，葱蛋，我讲过了，葱花蛋，啊、我刚讲葱蛋跟葱花，他讲就葱花蛋，葱油饼。葱抓饼，哪一个没用过就用哪个。葱、啊、抓饼，葱抓饼，葱抓饼，葱抓饼。脆皮蛋饼有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喂，脆皮蛋饼。哦哟，葱抓饼。辛劳累。讲过了，讲过了。他说加蛋。哎、欸，行啦。那再加辣可以吗？加辣。我要倒数啊！加。哦一有答案吗？脆皮臭豆腐，脆皮臭豆腐，葱烧。等一下，你讲一半，你还没讲出来。我葱烧豆腐啊！无言，我真的无言。无言无言。葱烧牛肉面，餐包。哦哦，哎、欸，餐出来了，餐这条路出来了。餐厅里面卖的。有这个餐盒可以吗？餐盒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葱油鸡可以吗？你是油葱鸡吗？我没有查，我没有查，没有查哦。没有没有。脆皮萝卜糕。哦，碎的。我酱寿司。哦，可以酱寿司可以吗？这是品牌名称哎。啊，不行啊，哦，好吧。而且是。而且是吃狼肠，不是吃狼肠。吃哦，我也辣的草莓吐司。不要吃草莓了，一定要草莓。你们要给他过吗？我是觉得不太行的。哪一个？我觉得不太行哎，草莓吐司。草莓吐司。不行吧？不行哦，啊，你不行要提早讲啊。好，那我们要不提早去 argue， 要算我们过啊。好、啊，那让你们过，然后之后不要再出现同一类型的。OK OK， 那我们要再一次机会吧？哦、没有，草莓糖葫芦，醋炒，
是它是什么？你说什么、啊？听不出来。是食物哎、欸。对啊。兔筒鸡。等一下啦。两秒。什么？你刚不是给十秒吗？我知道的那个，等一下，海底捞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糍粑还是什么的？快点，红糖糍粑，糍粑，糍粑，怎么啦？超难、欸、有人吃过吗？有人吃过吗？知道你在讲什么？那很好吃，我知道那个，我知道有一个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吃过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大家都吃过，就你没吃过，哎、欸，你很烂呢、欸，真卡松哦，糍粑汤啊。没有，这个甜点。彩虹蛋糕，我们是彩虹哎、欸，干嘛？过了吗？那彩虹千层啊，我们不能算平手吗？啊，脆皮蛋糕可以吗？好蛋糕，我是蛋糕。刚刚讲鸡蛋糕哎、欸，啊，我蛋糕啊，蛋糕跟鸡蛋糕是不一样的。好了哦，红毯你累了，红毯你累了。彩椒哦，什么啦？甜椒啊，彩椒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三二一，耶！彩椒小馆，不行啦！彩椒炒蛋，不行！那彩椒什么？彩椒什么？我想到了，菜根，就是那种地瓜叶下面会有那一根的那个、啊，你会单吃那个、哦？对啊，哎，那超好吃！会，我会，我会。会菜叶可以吗？有，我都吃那个。你们要不要认输啊？我们不低头的，时间会让你低头啦。对啊。还在查、啊？还在查？还在查？我没有查啦，我在看看我的键盘啦。是那么懒懒的。那这一题就是我们的黄队获胜。好，接下来我要交棒交给第三位关注了。